少啊啦，已经有够水啊啦。人今日是要来看新娘啊，转来做嘅，啊不是要看你啊，甲人穿甲呢花红柳绿，真爱风情嘞。咱啊，甲人讲几点就爱几点，啊，做人就爱讲信用啊。啊，人娘行透早就甲了送过来啊，是安怎都予人伫门口等啊？啊，上知影讲你遐早来，人啊早来吼，咱就爱比人佫较早。啊，恁两个吼，马上识识啊！那有机会吼，都到店来吃，做伙吃咪啊！虽然讲伊外表看起来戆呆戆呆，其实这个人哦真细腻，真会体人，想法真尊重人，对厝的人真友好，做代志嘛真稳重，佮有责任感。我感觉家己哦都已经有够牛啊，想袂到对伊的欣赏，所看到我真济家己无的。山地啦，啊个高山啦、啊。那个哦，青蛙、啊，哦，公鸟几家好，鸟会来了。你那拢讲未听，教未变。我想，以后咱是卖搁见面啊。怎样？王吉庆，王吉门讲我要跟你切，你连门啊门一声是安怎？那就搁问啦。既然你已经做安尼决定啊，一定有你的考虑啊。你真正要安尼跟我切？你讲啊！你是不是真正要跟我切？你讲啊！你舌头唔敢讲。既然老师都安尼讲啊。安尼，我予恁两个行看卖咧。主位都交予你啊，以后你都好好甲疼惜、甲照顾哈。爸，这你放心。我会好好对待伊，我会予伊幸福。开始淡出车外，也就表示我已经离开父母的身躯边，嫁出去做人的媳妇啊。彼年我23岁。在恁妈反对这么多年了后，最后我是嫁给王吉清啊。那我们呢？已经心脏麻痹，过星期啊。啊？那我要出去陪侬，我要陪你一下，你哪会安尼啦？你已经两暝都无用困了呢。你说你落去，身体哪会卡的？你放心，我靠，我今天就好了。啊，我一个人，什么话拢无交代，就安尼来离开。你也是较亏啊！为了囡仔，你一定要坚强。对啦对啦，全世界哦，就是你上可怜啦。所以一定要安尼怨天怨地哦，予其他人替你咧烦恼啦。你哦，唔通想要转来靠后头，爱靠家己骨头啦。后头是救急无救命，家己骨头才是嘛。莫插伊啦，大兄饮酒醉在乱讲话啦。对啦，饮酒醉的人吼，根本都唔知影家己咧讲啥，变哪肯定想过来。大兄讲的无唔对啦。我是嫁出去的查某囝，好歹拢是我家己的命，我写无伊的命，我倒转来后头厝，安尼甲大家拖累啊。